所以今天的报纸大家也看到菲律宾的团队讲说最重要就是水，那最重要都是水的话，我们都到那边喝过水，我们喝过水，我们马总统也喝过水啊，到现在我看到的还好的，还可以慢跑没问题。这个水，事实上这个水到底可不可以多够不够？最近我们海巡署是做了报告，水可以提供1500人饮用，65吨的水，未来在座的各位可能会买得到，甚至可能会收到一瓶所谓来自太平岛的太平水，那个太平水。那么。